在白皮书中讲到反分裂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那么这个里面的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事实。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民进党呢自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对内推行渐进台独，对外企图挟洋自重，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通过白皮书，我们想传达的信号是非常清晰明确，那就是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中国一点也不能少。我们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